我这种事啦，哪会使做这种这么重大的代志？像这种代志哦，只有阮这种伟大、搁英雄的干事事情来做吼，才有法度完成的啦。无你即马是咧讲啥？你爬咧怎啊？干事啊，日头车爷爷啊，虽然咧过生了哦。阮讲，因为咱有缘，是你救的，阮才会当搁现身跟你见面啊。我去救您哦，这，卖讲算笑，你一定是认着人啊啦吼，我无可能有捌救过您，拜托，您紧走吼，不行，做您哈啊，做您哈。文公，敢讲你袂记啊？今仔日是你捡一个玲珑啊？你是讲？你讲这个哦，就是这个啦。啊，是啊，我都唔知讲哦，啊，接到恁的物件吼，啊，真实嘞啦，无注意去提到的，啊，无我即摆用恁吼，啊，用恁了吼，恁咪过来教我哥哥听吼，来，你走哦。文公叫我走去啊，哪呢？咱是要安怎嘞？袂用的，咱全部的希望拢在伊的身上，绝对袂让我走去。走啊！奇怪，恁两个雄雄公公走出来，是咧变成鱼棒？王队来去看麦啊，看伊创啥？啊！干事叔呀，咱怎样啊？会使歇睏啊？吼！对，啊对对。我即嘛血头较有啊，袂感觉咧臭的，来休息睏者。恁两个打者是公粮。咱拄着，才拄着迄太阳鬼，即马佫拄着只狐狸鬼，咱来遐衰啊！紧走啊！拄着鬼。你想要创啥？我咧扫涂骹。扫涂骹？你扫帚摕电就是要怎扫涂骹？啊？啊！歹势歹势，哈哈哈！搁嫌唔着平，歹势歹势。我一扫天下满处欢，二扫孤魂满户院，三扫祖庙思亲类，四扫探财又无眠。我咧五扫。你扫啥啦？五扫，我甲你介绍，这叫做下句，这叫做老人扫，这叫做百日扫。好啊，我是讲扫涂骹的扫，不是酷酷扫的扫。哦，扫涂骹的扫。哦，我慢慢啊扫，较紧扫，我扫倒来，伊阁扫过去，我扫，唔知要扫倒。哥，你这痟的。哦。哈？你是痟花生，痟这点吼？嘿嘿嘿嘿嘿嘿嘿，买卡选出来啊，我嘛要来选啊。痟花生，来扫。嘿嘿嘿，来一套。你是唔出手？出手啊！袂用得，花生我一向啊，无要欠人人情。进前我欠你一粒珠啊，啊，即卖我看你头昏昏、脑顿顿，无分乌白，我不忍心来出手啊。好，真好。嗯，非常之好。哼，就莫怪我无客气啊！切刀切刀，女生欺负男生，我要来算啦，拜拜。小姐姐，这小姐姐，
慢跳快点，跳快点，跳快点。我讲，我后头是养猪，细汉在大汉，唔捌走路走到遮凄惨的，啊，我想要喘气。干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哎，这度吼，你先。哎哎哎哎！哈哈！是我来已经破了。那来，你怎来这啦？啊啊！干什么？哎哎，这叫什么啦？这叫鬼洞桥。啊，那这下走未去啊？我真不相信什么什么鬼什么。我是要来走，吼！李坤，文公，拜见文公，文公，赶快到上课。文公，完成我的心愿。我是要甲恁斗相共啥？我看吼，这摆会走袂去啊！我归去，搁昏去好啦。你看到阮两个？你免讲啊，看会到恁无？你什么人是光亮？就是我，是混蛋姐。干什么？你竟然醒啦？那鬼啊，我过来啊啦！伊是鬼，我不是鬼。你不是鬼？啊，你搁是妖怪？干什么？你免假啊！要关心起来是？你今日出来啦，伊知你过去啦。好，什么代志？我精神啊哈。我来也衰啦。但是喏，妖魔就是鬼怪怪的。好简单，搁一个，我是人来啦。你即嘛是人啊？代表唔知啊啦。慢话啦。文公，我袂甲你害啦，叫你甲我斗相共。是啦，文公，求恁帮我完成心愿。阿弥陀佛咯，人鬼殊途，我早都跟恁斗相共啦。拜托，恁也是紧走，感谢恁全家伙啊。这，恁到底是什么代志？讲来听看卖，还是我做恁一臂之力？不要紧，你起来讲。代志是安尼啦，差不多要二十几年前。假使五十两年，明仔载你到良心街站去找一个老爷房去，然后将伊的包袱偷掉就好。这安怎？嫌伤少是？不是。你既然知影我李军是一个神偷，你就应该知影，我从来就毋捌偷摕善食人物件，而且我嘛无可能替善食偷摕物件。善，我嘛是真善，也毋过迄人偷摕我一件重要物件，毋免讲是五十两，就是讲了我性命，我袂摕倒转。李总书，你应该明白吧？既然安尼，我就替你走一撮。
鬼啊！笑鬼啊！笑鬼啊！笑嘛，免鬼啊啦！闭鬼闭怪，想要当我家骗吃骗你吃，啊我唔走。无啦，笑鬼，你听我讲，我物件是真是叫人偷摕去，而且我讲，免而且啦，讲迄笑话，鬼才来相信。我来讲哦，我无甲你送到官府，已经算对伊足客气啊。啊，还有啊，不准搁甲我打脸，有听无？那无，靠骨拢甲拍后头。好啦。我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我是安怎？是安怎？这位大兄，你是安怎啊？我。这位大兄。你发生什么代志？那真了伤心呢。代志是安尼啦，我著昨暗来带一间良心客栈，想袂到讲叫贼仔把我团结叫如意偷摕去啦，我。叶如意嘛，只不过是叶如意，你何必要为着这项物件要死要活呢？这位兄台，你有所不知。迄支玉露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重要，若无伊，我只有死路一条啦。嗯，赵天公借人偷摕伊的传家之宝，为什么伊颠倒讲伊着贼偷的？唔对，这阵代志我应该问清楚。你这卑鄙小人，我无可能替你做伤天害理的代志。哼，你想要寻死？我看你走去对，就是安尼。我唔才徛朝天门口口去借马，要来去找王大人。我咧路下拄到张大嫂，啊知影迄只马竟然起狂，摔咧断崖下骹去。我甲张大嫂就是安尼冤枉死。张大嫂，安尼情形又可是安怎？但只是安尼。阿娘，你袂走了，我会惊。小宝爱乖，听阿娘的话，紧去睏中昼。阿娘，真紧就会赶回来啊。袂啦，阿娘，你有伫厝的，我袂睏中昼啦，我会使等你啊。小宝，你爱乖乖听阿娘的话。紧去睏中昼，拢怪恁阿爹，想早过身去。啊，若无，阿娘嘛免摕这物件当阿请受，伊饲咱母仔囝过日子。阿娘，爱伫中昼之前，紧去赶去隔壁庄王大娘遐。啊，若无，王大娘若生气，都无爱予咱请受。安尼，咱母仔囝都无钱通过日子啊，你知无？小宝乖，小宝上捌代志，阿娘紧来去，你也紧睏中昼哦，阿娘真紧就赶回来吼。阿娘，小宝，你搁什么代志哦？你再无我真乖嘞，那么我也睏袂得去呢。好好好，阿娘陪你睏吼。小宝乖，阿娘牵你的手，小宝乖乖睏，大一寸，小宝依依笑，大一笑，小宝乖，阿娘牵你的手，疼入心，依依睏，大一寸，依依。我着出门去散会。伫个要转来时阵，却要惊着，我想要走，无说你家去留着，是这位李大爷，伊好心想要送我转去，结果，这拢是我唔好，我害你陪我斗阵去死，我，
并无在怪你，要怪是家己命歹。不过我上袂放心的，就是我迄个可怜的囝，这二十几年，伊不知安怎伫咧过日子，希望伊会当拄到好心的人，甲伊请药，好伊会当平平安安伫咧过日子。去的恁拢死啊！先别去地府遐报道，等下时机用投胎啊，还要搁留伫人间嘞。恁拢死啊！先别去地府遐报道，等下时机用投胎啊，还要搁留伫人间嘞。啊，对，你这狐狸仙姑吼，伊讲安尼对啦哈。啊，恁既然吼，该已经过身去啊吼，啊，就应该去地界遐去报道啦。哎，莫搁到我伫遮安尼高高低吼，好，嘿嘿，啊，到时只，我知影啦。伊吼一定知影你是一位得道高僧啦。啊，想要找伊吼，替伊上一个往生咒，啊，让因早日投胎啦。好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啊，那恁就较早讲的啦。啊，即马吼，你先跪咧，啊，双手合十，对我念阿弥陀佛，我来替恁超度。不是啦，我不是希望你替阮往生超度，在阮的心愿还未达成之前，阮真正无想要去地府报道。是啦，阮哥。我们才将我的魂魄附在那玲珑啊里底，等待有缘的人来夺阮出来。迄天，就是阮哥你摔倒受老火，阮的魂魄毋才会当出来。所以，就是安尼，毋才只有这位阮哥，伊会当帮助阮完成阮的心愿。哎，花生啊，有听人咧讲无？这代志你硬斗三工才对啊！迄斗三工就斗三工啦。哎，是讲哦，要哪斗三工，你都爱跟我讲啊。嘿，你都嘛知啊，我这个人哦，都上爱帮助人啊啦。啊，唔是啦，我是讲哦，我上爱帮助鬼啦。哈，啊，看咱阿个斗三工，你做恁讲，我听等你。哈哈，是安尼啦。阮吼，想要借你的身躯啦。啊，借我身躯。别借我身躯哦！我这摆真正昏去啊！我，高先生，快点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启禀老爷，我找你回程已经请你出来了，请死了！紧请去，紧请去！阿叔，家己你来啊！哎呀，哎呀！我只不过是一个穿破衫破裤的臭和尚，会当予你富甲一方的冤家，请我食暗顿，真是难得难得。叔啊，莫安尼讲，啊，昨昏哦，留得济的所在啊，啊，请你嘛见过来。叔啊，啊，坐啊，坐啊，坐。客气客气。和尚，我是出家人啊，啊，来靠恁遮的好意啊人啊，来行善救济，分一寡饭予我食，我唔只会当事事如意啊。好，对，对嘛，对，紧去准备啊，高顶的素材啊，好舒服食啊。哦，是，我紧来传，我紧来传。哎，多谢冤家，唔知冤家今仔日找和尚我来，为了何事啊？是安啦，师傅啊。我昨暝哦，唔知为着什么代志哦，一直感觉心情未安宁啦。师傅，你给我指点一下，指点一下。咱人只要无做亏心事，半暝啊，好怕心情未安定咧。啊，这别人的物件摕伫手头的，长期买啊，你嘛是爱幸福伊啊。是只要家己啊对得起家己的良心，半暝啊好惊心神未宁咧。
冤过啊！看看，你是做了对不起你良心的代志吼。无这个代志。既然无，何惊何惊嘞？对啊！啊，拄只吼，听叔你讲的遐话啊，我即摆哦，心情哦，加加轻松的啦。哎，叔啊，多谢你的指点，多谢你的指点。阿妈呢？大爷。饭菜拢穿好啊呢！哦，好，是，阿叔啊，啊，这素菜一定准备好些，啊，请叔啊来得用。元贵啊，回想我在此多谢元贵你费心照顾，不过回想我有一句话要奉送乎你啊。什么话？欲求如意，但凭如意；强求如意嘛。将不如意。感情行到这款的地步，真会让咱找无路。明知是错路，偏偏茫当路，爱你分量是。情拢煞来分难度，未来的风雨无人来看顾，梦随心破谁人负？甘愿水雨茫茫不知人，想着亲情冷淡难看，爱情的风刮雨。心声甘愿吹雨茫茫有加忙，袂堪受人为你来痴汉，但不忙，卡死也是。